这对于眼中的这个硬伤这个位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还没有达到后光，平整度非常的好，达到一个原厂标准。进来的朋友大家好啊，这是一辆雷克萨斯的一个 SUV， 这辆车呢右后面呢撞击应该是非常严重，咱们看一下这条棱线，这是仿生梁挤压造成的，本来是一个平面，所以说呢变形非常严重啊。现在咱们看一下双层的一个牙合边，看一下这个牙合边整体的一个扭曲变形，看一下离口，离口呢也是全部变形，可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腰线，在这个位置呢并不明显，咱们换一个方向看看有多深。下边呢这是一个硬折，都已经撅出来了啊，但是漆没有换，本来贴有隐形车衣，已经死掉了，这块也是车衣的胶，车衣呢应该是很好的保护了漆面。下一步呢咱们采用免喷漆乳线修复的方式复原它，就是不破坏原车漆，将它复原如初，看看咱们能取到什么效果啊。检测灯下看一下这个坑的一个情况，灯管呢是没有规则感的，下一步呢咱们修完了以后继续过灯，看整体的一个修复效果，看看这非常严重。灯光下看一下离口啊，咱们看到这个位置了吗，仿生梁整个撞进来了啊，虽然外观看着不严重，但是现场看跟视频是两种效果啊，老弟们。下一步咱们开始放行，慢点啊，车门的整体大型呢都已经放到位了啊，下一步呢咱们要进行一个精修，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棱线已经出来了，对下边这个硬坑现在是一个小软坑了啊，然后这块还有一部分变形，这条筋呢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，咱们继续往下修啊。车门已经拿下来了啊，咱们现在开始精修了，现在先把高的地方敲一敲，这条线咱们基本上都已经多出来了啊，都是细节上稍微差点，咱们把棱线再多走，然后这个边呢基本上也出了一部分，咱们继续往下修，必须给它复原如初。原厂轮眉条安排，这是纯原厂的，现在已经出来效果的啊，这个位置基本上都快结束了，然后再找找细节就行了，现在就是这个严重的这个位置咱们继续修，下边呢还有变形的位置，还差那么一点点吧，这个地方确实是硬啊，咱们继续修，一会儿过一下检测灯，整体的修复已经完成啊，全程是没有喷漆，现在咱们在专业的检测灯下看一下整体的一个修复效果啊，咱们展示一下，首先呢这是最严重的这个硬伤这个位置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还没有达到后光，平整度非常的好，达到一个原厂标准，再看这个边，这个边是最严重的，咱们看一下检测灯下的效果啊，没有问题，然后这块呢是一个轮眉板，咱们一会儿装上，非常棒啊。下一步呢咱们开始组装车门，再看一下下边这个硬伤，没问题吧老铁们，组装车门然后开出车间，咱们看一下效果啊。这边咱们去除一下漆面上的一些附着物，老铁们，雷克萨斯在咱们已经开出车间，咱们在室外全方位的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维修效果，如果说老铁们感觉颜色有些不一致，那么呢就是车衣时间长了氧化变黄造成的，因为后车门的车衣已经死掉了啊，重新贴一块就非常好了，现在看一下平整度，原厂的一个标准，再看一下严重的修复点，没有留下任何的修复痕迹，还有下边这个硬伤，这个缝隙之前看过，咱们在室外再看一下烟丝合缝，是不是老铁们，咱们左右对比一下，咱们看一下左侧没撞击的一个效果，看一下这条线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弧度，咱们看一下修复过的右侧车门下边这个弧度，这条线是不是一致的，然后看一下右车门跟侧位的缝隙，非常棒啊，如果说老铁们感觉这个技术非常好，效果呢也不错，上方的小红心帮我抖一个，再给手艺人呢来个免费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，保留原车漆，提升爱车的保值率，谢谢呢大家收看，非常棒。